乐天桃园有蛮好的一个进攻机会哦。这一球打到了右半边，一个深远的飞球，看起来完全咬中，出墙了。这是一发阳春炮，梁家荣在九局上半帮乐天桃园追加了一个保险分，目前他们2-0领先。哦，这个阳春炮打得很精彩哦，这个曲球跟得相当的好哦，而且整个击球的力量的释放也展现得很好哦。这也是梁家荣本季的第一发全垒打哦。